Hello， 各位，你没有看错，现在呢，在你眼帘里面的都是热气球。噔噔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嘿嘿，等一下告诉你哦。哎，没错，现在呢，郭爸来到的地方呢，就是在清莱的 Singha Park 清哈公园。那么呢，今天的是2016年2月13号。那我们知道，在10号到14号呢，这里举办了国际热气球节，现场有10多个国家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气球呢，都聚集在这里。那么，带你看一下，等等，代表泰国的 Singha 热气球现在飞到哪里了？哇，其实我找不到嘞，因为它飞太远了，啊。然后但是呢，你看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，有巴西的、纽西兰的、日本的，然后刚刚他们在那边玩游戏，在这边非常的美丽，噔噔噔噔噔。然后现场还有演唱会啊，还有这个小孩子玩的这个游乐区啊，非常的热闹。看到这里想不想来实际走一趟？没关系，今年就剩明天了啊。那么过一年，明年有机会你一定要来清莱 Singha Park 入夜后的 Singha Park。 今天非常的热闹，因为现在是国际热气球节的焦点哦。晚上有这个灯光秀，也不能讲灯光秀啦，就轮流呢点亮这个热气球。你看真的很漂亮，搭配着音乐，哇，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哦。而且听说这些气球明天都要到日本去了哦。